定式史，中国定式的发展篇。从民国59年第一个大型综艺节目群星会开播以来，到现在已经走了40多个年头。不说您或许还不记得，从欢乐假期、黄金排档、连环炮、欢乐100点、小燕有约、绕着地球跑、鸡蛋碰石头、武林大道、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、空袭来了、全民追大党、哎呀我的妈，这些可都是构成中国电视史上重要的一页。而中国电视史发展到现在啊，无论是一个综艺节目、谈话节目、选秀节目、争论节目，或者是模仿节目，每天都有上百家电视台任您选。台湾电视节目数量更是多到你让把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哥哥弟弟、姐姐妹妹、表哥表姐、堂弟堂妹、表兄弟手指头数歪都数不清了。无论如何，就在咱们今天的超级魔王大道，咱们不做 PK 啊，也不淘汰啊，想带给你一个回到你最爱最爱看的这个电视节目，究竟啊会如何重现呢？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吧。欢迎收看超级魔王大道。每一个人呢，在家里看的时候呢，都跟现场看的时候感觉不一样。怎么说？他们的影片拍得太好了。哦，对，很感人。好感人哦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有那么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哦。很心酸的故事，超心酸的，超级多，真的是。所以就很多的网友还有观众就说我们太残忍。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尽量不要那么残忍。我在这边这个对之前对你们残忍的事情跟你们道歉。不好意思啊。本周规则将16强分成7组进行合作，各自挑选历年电视节目做演出。本周采不淘汰制，分数最高者将有奖品哦。第一名其实有奖品哦，有什么奖品？5万元奖品，有我们的 Overkill 精选潮 T， 还有 Muse 净白保养组、Playboy 时尚包包，还有 Anita Lee 的高级女爵和娇娇包。哇，很多奖品等着大家。好，今天呢，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评审呢。今天来了有2个新面孔，一个帅哥，一个美女。对，帅哥美女，好好介绍一下。首先欢迎第一位温胜豪，欢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温胜豪。对，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影帝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他真的很会演，长得又帅。对呀、啊，哦，那个姐夫，我现在看到他的脸叫姐夫了，真的。姐夫，哎呀、啊，但是本人很瘦很帅、啊，很帅、啊。我觉得比阿 Ken 帅，帅太多了啦。对呀、啊，阿 Ken， 你不要再模仿他了，真的是。好，第二位，第二位好像还没有人模仿过，对？好像还没有哎、欸。我们希望我们参赛者有人可以模仿，對對對對，好不好？那个桃子姐挑战一下，加油！好，第二位欢迎柯佳嬿。小资女孩，对，我之前是她的粉丝，好可爱哦。我说之前是她粉丝的意思是说现在不行了，因为播完了啦。哦，播完了，对 对， 对对对，播完要继续看，要买 DVD 啊。哦，好，对啊，要买原声带、啊、可以买书，我要出书了，哦、出书了，对不对？书名是我经过了一首诗，大家多支持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台志远台哥，台哥好。是我本来是不好意思宣传的，但是因为嘉颖刚刚讲他要出书嘛，哎，我在他后面也要出一本书啊，真的吗？对对，而且他是2-3年的照片嘛，对，我集合了我30年的照片，哇，好精华哦。然后那个他是一首诗嘛，走过的一首诗，对，经过的一首诗，对，我吃过的25家店，哇，好实用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因为台哥刚出30几张照片，我想说你要写一本书叫回忆录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真的。我吃过的20几家店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名店。是我比较想买。你真的比较想买的，那我们交换礼物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那绝对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欢迎康康，康哥，大家好。嗯，最近小孩子应该差不多算时间，应该快出来了，还有2个月吧。嗯，再2个月出书比较好，不要出事。哎，对对，好啊，我儿子要出事了。嗯、啊，对，要出事了，对，出来见世面了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开运鉴定团黄家谦。不要乱讲，多久的事啊？当然了，今天参赛者虽然不被淘汰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表演非常精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一次听说，为了要这一次的表演呢，做足了准备，对，跑去跟本尊见面了。我觉得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。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经验好不 好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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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？我以前呢专门模仿张学友，嗯，有一次我见到张学友，我真的激动到不行。那你有在他面前学他讲话吗？我哭惨了。哭什么呢？我一看到他，我说学友哥，真的假的？然后眼泪就忍不住一直掉，一直掉。然后学友哥就很冷静的说：“啊，就是你哈。”你这小子模仿我还挺像，我记得你叫欧弟，呜哇呜哇，真的有这一段吗？真的有，哇塞！因为看到
心目中的偶像还有神，他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。所以后来杨森达来参加比赛，我就很期待啊，就要看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对了，他没有哭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组会是谁。第一组即将挑战综艺大哥胡瓜的节目内容，魔王们又将如何完美呈现呢？就在我最爱的节目合作赛前一周，来到了制作单位的办公室查资料。而由于这一次他决定的模仿主题为有台的外景节目综艺大集合，模仿胡瓜就成为他目前最大的课题。看他这一直练习一直练习，一直一直的遇到瓶颈，直到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找瓜哥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拜托啦，姐姐你可以带我去综艺大集合吗？想都别想。哈利，我可以去综艺大集合吗？对啊，真大的，刚好礼拜天的节目，对，是礼拜天，我直接就去，然后就潜伏在五行。好，你不要闹了。可以啊，我不是，你看这场，我看这没办法模仿啦。天哪，做单位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大凯这么执着了。哎，于是就算节目对打，还是决定帮他一次。谁叫他撒钱下来这么恶心，早点答应他，让他赶快出发，免得大家吃不下饭。根据打听，哎，胡瓜瓜哥，哎，今年将在桃园县的新乡公所进行露营。哎，算算时间，大凯此时差不多到达目的地喽。而大凯此行的任务目的，将近距离观察瓜哥的招牌动作和主持方式，并且将成功录到口头禅下一位才算过关。哎，究竟大凯能否挑战成功，顺利完成这次制作单位为他安排靠近综艺大哥的作战，快看看吧。哇，哎，找了超久，终于找到新乌乡公所了，一定是这里。哇，有没有整个广场人山人海，你看那边新屋乡第一停车场有这么多人在看，我现在得想个策略，等一下要怎么样潜入，以最贴近的距离贴近瓜哥。天哪，这个人会不会太多啦？我这样子有办法靠近瓜哥吗？好好，不管不管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照刚刚的计划，你到楼上去拍，然后我拿手机，然后靠近他们，然后我要成功的录到瓜哥说下面一位，然后呢再跟瓜哥拍一张照。就在大凯开始靠近大集合录影现场的同时，工作人员也赶紧往旁边的停车场制高点来移动。哎，那么哎，就让我们来看看从四楼往下拍，大凯到底离瓜哥会有多么的远呢？我终于开始步步靠近他们了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靠近大凯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距离瓜哥可是有上百人的距离，你有办法收集到资料吗？这样子。吹口哨了，终于吹哨子了，终于吹哨子了，但是他都一直没有说下面一位，怎么办？挤都挤不进去了，真的很难，怎么办？哎，就让焦灼了三个小时之后，哇，就要快录完影的危机时刻，大凯决定他冲进去了。三个小时，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，我决定要冲进去破釜沉舟。你去打工啊？董哥。他撑得出来了。对对对，我在电视上看你模仿，对对对，真的蛮不错的，就没有点像的。靠着之前当过董志成助理的关系，大凯终于成功了突破人墙。哎呀，但是这个举动却让埋伏在制高点的工作人员陷入被发现的危机。差着一点点，董哥就要看到咱们了。哎，但是现在可不是担心那个的时候啊，不赶紧向瓜哥表明来意的话，就很难录到本人的影像参考。瓜哥都在我旁边一步之遥，
有没有看到非常非常的近，非常非常的近，很接近他们的，但是没有啦，但是我再闪过去，他们一定觉得我是神经病，他们一定觉得我很怪。此时大凯趁着停机逐渐靠近瓜哥啦，到底他能否攀谈成功呢？他们越靠越近，干脆直接伪装工作人员好了。因为我主持人搞的不是我搞的，是你们市场。对对对，啊，我们真的不一样，我们是企业家，对对，另外传统，我们这边是市场。终于可以靠近瓜哥的大凯越来越兴奋，越来越靠近，没想到就快成功的时候居然好近好近，不好意思，发现了，被推开了，居然被赶走了。眼见状况危急，工作人员只好赶快下指令了。反正现在是换场的阶段，干脆就光明磊落上前自我介绍算了，赶快冲啊大凯。任务失败，天哪，瓜哥居然转身就走，哎呀，就是犹豫的下场。不过由于大凯不放弃的等待，最后在大集合节目录完之后，他还是和瓜哥握到手喽。而总计今天的资料搜集形成，大凯超近距离的在瓜哥身后观察如何模仿，而搜集到了许多回家可以练习的参考画面。一切一切都要好好谢谢大集合团队还有瓜哥。哎，大凯啊，你这段要好好的练啊，才不会辜负人家这么帮忙。瓜哥，你准备好要被我模仿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下面一位，综艺天王天后通通齐聚超级魔王大道，你表演节目会不会就这样往生在这个台上呢？不是往生，因公殉职。台湾升大学，大学是什么？新闻系。然后呢，是能够有这个荣幸能够跟小鹿接下来这组厉害咯，瓜哥要小心咯。对，很精彩哦，模仿得很像，尤其是身材啊，看一下啊。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海天也有过好几天，铁面无私变成纪念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乔和马汉在身边。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。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超级中的超级，巨星中的巨星，让我们掌声欢迎 Michael Jackson。 哎呀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看到 Michael 到我的节目来了哈。哎，瓜哥你怎么了？你看不出来我在笑吗？可能肉毒打太多了。好，直接邀请 Michael 进行我们的第一阶段，鱼跃龙门 ，Go！ Michael 翻身 ，Michael！ 哎呀 ，Michael 失败了，台哥哥的加国青轰轰啊！来来来 ，Michael 准备好，预备备，加油，加油 ，Go！ 糟糕，透顶啦！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面这一组，这一组是韩国超人气团体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少女时代。大日升，大日升，少女时代。哎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团长啊，是不是？瓜哥好。哎呦，中文讲得非常好。这个来台湾这一次做宣传呢，哎，最喜欢吃台湾什么道地的特色？